第二种要罚款，他们愿意了，他们就不管了，因为有钱了，以前没有钱，现在有钱，所以很多现在他们不管，但是还是有人说从这边回去的时候带回去香料，做香料的生意，很古老的时候，实际上的第一个十里路就是丝绸之路，现在是到巴基斯坦境内，因为本来巴基斯坦孟加拉一直都是一个国家，本来是一个国家，英国人离开印度的时候，1947年的时候，英国人离开印度，英国人统治了印度250年，很长时间了啊。我大概1947年的时候离开印度独立了，他们离开的时候把印度分成两个国家，巴基斯坦和印度，按照宗教分的，巴基斯坦那边是回教，印度这边是印度教，但很多回教的还是没有去那边，所以印度里面现在前面的后最后面，今天最后面客人就往前坐，等到再后厅的时候，后面客人再往前坐。好，这样子退一步，退一步，我想这样子会好一点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啊，那如果说有客人身体真的很不舒服，又可以单独坐，没问题的，坐在我们苦妈大哥身边是很不错的。那不用担心我说坐前面或什么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啊，已经习惯了，所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，不用不好意思。好，王大哥，后面三位。
Thank you.